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地呢，在我们今天就对不起，5月12号我去台湾，然后我们是15号开始，我们要就是台湾台北、台中、台南的、台北、新竹、台南、台中、台南拍拍照嘛，对不对？对。那我们要最主要带一个项目，因为这一次呢有很多 Jerry 的客户呢是需要去读书啊，那我们在布里斯班啊著名的一个学校，就是在叫 John Paul College。那这时候呢，就听到很多人声音，那这边的很多的 house and land 差不多在130万到150万之间。那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区域呢，这个项目已经差不多要准备开始。那我们的位置现在是在 Kingston，这个目前的地点呢，离 John Paul College 近啊，差不多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差不多。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条路叫做 Beta Avenue。那我们现在这项目呢，就在这个公园啊，公园它就是啊，在这 Logan City 哈，这是 Kingston，这 Beta Park 的正旁边啊。我们往那边看一下，好的。啊，这就是整个项目呢，旁边就是公园啊。那你跟着我走一下，对，那很方所以便我们可哦。以看，所以很方便。其实大家对这个就是 Logan 呢，会有一些诟病，他会觉得 Logan 有一些区域是比较乱的。但是，呢，要说实在的，Logan 是我们昆士兰区最大的一个 City Council 的一个面积。布里斯班，他们那个 之前的 Logan 的市长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布里斯班如果是头的话呢，Logan 就是心脏。那这时候呢，我们黄金海岸的市长就跳出来说：“那你是我，你说我那个 Gold Coast 就是那颗角咯，不是这个意思。这其实大家都是挺好的。那我们先看到这公园的旁边，从公园这边开始就是我们 Leaf Residence，总共有15块地。那开发商跟我们指示过了，我们现在基本上 OPH 的客户呢会是第一个，就是唯一我们现在还没有在市场上，是让。Thank 台 you. 湾啊，就是我们叫台湾 only，就是 Jerry only，就是第一个拿到，15块地，每块地的面积差不多是在差不多400到500多个平方米。那开发商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是只是把地提供给到买家。那客户买到了地以后呢，你可以去选择你所喜欢的建商。那比如说 Jerry 现在跟 Metricon 的关系很好，那也可以请 Metricon 来帮忙做设计。好，所以我们刚刚从公园走过来，你可以看到整一块这个 Kingston 呢，是纯粹的，就是我们这土地分割15块地。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呢，就是说开发商在这个社区里面，他要做成一个社区的感觉，跟其他小型的土地分割不一样的是，开发商在这外面呢会做一个很漂亮的 Leaf Residence 的一个墙面，还有他这个社区的一个招牌啊，这个呢是不算在 body corporate，没有 body corporate 这一块地呢，大家就等于说把它做成一个小区的感觉啊。了解。这个来讲的话是特别好，这是加分项啦。那客户买了这个土地，那不管是我们台湾要做投资，或者是其他想要买了土地直接盖房子的话，这是很好的选择。土地的大小是差不多400个平方米到570个平方米之间。价格区间呢，应该是在我们会落在差不多38万一块土地到40多万左右，等于说你算一下，大家都会算，38万我们抓40万，再用40万到50万建个房子的话，那就差不多是在100万以内八九十万，对啊，100万以内，就跟其他我们之前比较的价格有130万到150万，这个价格特别好。最主要呢，这个呢就是买了以后呢，你可以做自住，还有做投资。这边这个社区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社区啊，基本上这一区呢很多都是新西兰、纽西兰人来过来这边住，而在这边呢已经住了很久。对，你可以看到现在这时间是2点钟，很安静。那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项目的基地位置吗？对，现在就在项目的基地位置啊，就在这里啊，后面。现在都还是一片树林就对了。啊，一片树林的旧房子。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时间节点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DA 呢，差不多是在这个礼拜五会拿到。这也是为什么刚好跟我们的时间刚刚好，所以让我们台湾的投资者呢是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啊，这次就带回去。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只要 DA 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土地工程、水土工程呢就会直接进去，全部移平，然后开始做地基还有这些方面。
差不多是三到六个月就可以拿到整个项目的 title， 代表说你可以从现在来算的话，在年底的时间之前，你就可以拿到这块土地的 title， 就可以开始做建筑。如果你基本上要建一个平房的话，就是从年底开始建，那差不多在明年的六月到八月的时间，你就可以有你的房子，自住的房子就可以住好。我们等一下呢，就我们下一个 part 呢，就是我们要上车，然后直接开车旁边的 local 的学校，还有再来呢，就火车站呢，离这边差不多有2公里的距离，然后直接呢，我们就开到 John Paul， 让你来感受一下。我们算个时间点，在火车站旁边有一个长条的公园，他们叫 Jacaranda Park， 那我们叫蓝花樱。那到了差不多九月、十月份的时候，那边就是蓝蓝的一片，挺漂亮的。好， okay. 所以呢，这都是这边旁边商场也都有。好的，那这个就很方便。随着你们的镜头上车，一起去绕一圈。可以，没问题。OK， 好，那我们上车再聊。这边离 John Paul 呢是4.9公里。OK， 4.9，对，方便。那差不多15分钟，10到15分钟啊。嗯，10分钟就到了吧？对啊。差不多。嗯，好，镜头交给你。对啊，没关系，那就继续开前面啊，这样子你这样子看得清楚哈 ，Jerry。对，好，所以我们的项目呢，左转就基本上呢到了 Kingston 的一条主路，主路不是主路，这个主路叫什么？主路，这一条 have no idea。OK， 我要看一下，我知道我们那是 Beta Avenue， 那有一条是 Kingston Road 吧，但这个呢，我都要看一下。OK， 你这条应该是往北的方向，对不对 ？No， 这个是往东的方向，现在就是往 John Paul 的方向。OK， 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右手边呢，就基本已经是就是一所学校。嗯哼，就他们这边 local 的学校。哦，这是小的一个商场，再来是学校。你可以看到前面啊，40的就是 school zone， 就从这边开始。嗯哼，可以看从这边呢到这边的这边一个。学校是就是 education， 这个这应该是他的 state school， 哦，应该是 state school， 走地图，对，okay. 对，走路呢，literally 走路应该就5分钟就到了，嗯、对、嗯，对，这是 Kingston State， I have look， 对啊，对 Kingston State School。虽然我们拍这个视频最主要是因为 John Paul College 的这些家长在问说，就是不要像 Rochdale 啊，或者是这 Sunny Bend 那么贵 的土地，就是便宜一点，可是车程距离又差不多的，所以非常感谢 Tuba 找到在 Kingston 这样的区域，刚好是一个新的，那不管是 local 买家还是海外买家都可以买，然后我们就继续来实测。你可以看旁边啊，刚刚 Kingston 的都是 townhouse， 然后前面呢，我们就到了 Kingston 主要的一条、嗯、就是 junction 啊，十字路口，左边是 7-Eleven 的 mobile 的加油站，在右手边是一个小的商场。那在这边呢，他们就要我 turn left， that's turn left here， 对，好，那这边就上了一个高架桥，高架桥的下面。嗯哦，因为我们就直接去 John Paul， 高架桥的下面就是我们 Kingston 的火车站，那个火车站离这边就不到2公里多的距离。这个火车站可以直接到那个布里斯本市中心那边去啊？对，是直接到布里斯本市中心。嗯哼，往南也可以到黄金海岸去嘛？是的，没错。OK， 好的。我们就到了这一条 Kingston Road， 对不起，这一条就是 Kingston Road。那前面呢的教堂是 Hope Center， 我之前住在 Sunny Bend 的时候，我就是来这个教会。对啊，这样子。对啊，所以表示这边离 Sunny Bend 也不会太远。哦，离 Sunny Bend 不会很远，我离 Sunny Bend 开到这边就15到18分钟吧。我羽毛球场也在这附近。对啊。哦，有，最近看你好像在打羽毛球，你跑到这边来打。那昨天那球拍打断了。对啊，不行，一定要不能服老，还是要强力运动。旁边我旁边的 Leo 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跳起来灌篮的。
估计他现在只能估计他现在只能碰到篮板。这么强？嗯，对，他现在一脸不屑，他说他还是可以碰到篮筐。好，所以从我们刚刚的项目出来，可以经过学校，经过车站，经过一些小商场。那如果要比较大的商场呢？比较大的商场呢，就开车差不多是5到10分钟。其实 Jumpo 附近旁边有一个 Hyperdome 很大的商场，那个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 Garden City 这样子一个尺寸。对，在 Jumpo 的学校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商场，有一个就是网红的咖啡厅。其实这边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整边整个社区的环境呢全部都增加起来，色彩都很好。而且说实在的，他们所说这边会比较乱的呢，就我们左手边在商场后面这一区就是 Logan Central 哈。但我要说实在的，就是说once again， 我们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太多的去关注，在整个大的社区里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这小的社区里面是不是比较安详。那我就等于说从那边开到 Jumpo 就差不多直线是4.9公里，开车的话呢差不多现在还剩 3.5 公里就到了，就差不多这个距离而已，所以我再带大家看一下。哦，那很快咯。对啊，是啊。好的。还是要讲啦，就是说很多的开发商他们为了就是要达到就是不管是对客户的方便，或者是就是从头到尾能够把它全部弄好，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卖 house and land package。 那这样子呢好处是开发客户不用想太多，但唯一坏处就是客户没得选择。那在这个开发商来说的话 ，Kingston 的开发商也就是同时也是我们的 Leaf Project 我们的 Apartment 的同一个开发商，所以我们就一个是 Leaf 的 Apartment， 另外一个是 Leaf Residence， 那同样都是叶子系列。那在这个情况下，开发商单纯就是说，我就想要提供地给到需要的买家和投资者，那你要用什么建商呢？你可以选择。当然，相对的，如果你需要有建商的协助，你可以这个经过 Jerry 也可以问问我都没问题。那在这上面来说的话，给到客户最大的自由。那反观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喜欢把地买下来存地的客户们，那听好了，这就你可以直接买地皮当然相对了，我不希望你一次把买个10块，然后都不去见他，那你另外5个客户就会很孤单的在旁边说啊，我的邻居什么时候才见？对不对？那你买个1-2块，你放个5年10年，那是没有问题。都心有灵犀，你都知道我想问什么。我觉得本来下一个、就是、我就快速先问讲，对啊，反正想替客人问可不可以买地放着，因为我们有一些 PR 人士，他们并不想要开发，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自住的地方，他们只是单纯想养地、买地放着而已，所以这个附件是可以买地放着而已。是的，这30多万你就可以全部都就买块地放在那里。我们这边有几块地呢，之后可以就是比较40多万的，你看左手边又是一所大的学校，对，40多万呢是有几块地，开发商是有建商来的跟我们讲说它是可以盖成是 dual key 的，就是双拼的。我知道，那我们专门投资的那一种。 对，但是双拼的真的就是最好的投资啊。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我们不去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些呢就是给到客户的一个 freedom。 那如果客户有说啊，你有没有哪一块地是可以做双拼的，那你可以问 Jerry， 那我们会把这些的那个土地号码告诉你。好的，好，可以。那这边呢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那个在这个现在是应该是 Leo 最爱的，你可以看往左边拍啊，左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就是看不到看不看得到，我们看到那蓝色的牌子，这就是离我们很大的，有可能有点背光 IKEA， 这边离 IKEA 很近，所以看到 IKEA 就表示这边已经快接近 Jumpo College 了。是的， IKEA 这一整排呢都是很大的商场。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往 Jumpo 前进。
现在只剩 1.3 公里，对啊，就是这样子去。还是希望跟我们很多台湾的家长，像上次 Jennifer 就是Jennifer 妈妈的来到这边，就他们来这边，他们就直接买车，因为在这边真的一句话，要有车，你就才代表说是就是出入自由啊，就是妈妈们都要先把车给学会，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Jumpo 的地盘了 ，Daisy Hill， 对。好，先跟我说750公尺前面啊，就是前面的红绿灯那边呢，就是准备就是到了江坡的大门了。OK， 我们这样实测，但我开不进去啊。我知道啊，我们真的这样实测的话，大概差不多10分钟左右了。是啊，而且我挑的这个时间是他们准备要下课的时间。嗯哼，好。好，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这红绿灯的右手边就全部是 Jumpo College 了。左手边也是啊。你看，我们拍一下那招牌。左手边、右手边是 International。对。那感觉起来这校区很大。对啊，要开进去吗？开进去就绕到一个门口，这样子做结尾就可以了。还有那个右手边也是 Jumpo， 左手边也是 Jumpo， 很有钱的学校。这个校园太大，不知道到哪边做结尾。没关系，我们开进去，就假装是接小孩。来，好，可以看到有很多车子进来准备这样。你看 Jumpo College，这个是他们的中学和小学。还有 child care， 好，那我们就这个就是 Jumpo 的位置。你看，这 Jerry 刚算的是10分钟嘛，对吧？对，差不多。本地的合作的，就是像房仲中介呢，是基本上有十几个在追着屁股跑。那当然，我们因为这个项目是基本上我这开发商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那整个项目是我们帮他处理的。那我是跟他这样说啊，就是说，先给到我们台湾的投资者和买家们呢，先第一个 preference， 因为我们台湾的朋友们思考的时间会久一点点啊，我们希望说让你们跑在起跑线上面。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未来几年要来读书，那你可以有2年的时间，你要知道这个时间点哈，就是你买完土地呢，土地在年底的时候交割，你还要盖房子，你预留至少1年的时间。Jerry， 我讲的有错吗？是的，你是要一年中一个时间，你这样子可以安排，等于到2024年底，你有可能是安排是2025年的时候来读书，或甚至先来读书的时候先住在这里。等于说你2024年要来这边，你先租的房子住在这里，随时呢跟你的建商可以看着你这块房子慢慢建起来，这个是很无大的一个成就感。那这样子你才会有感受到说你要去建房子怎么建，能够了解这一个过程。那相对如果你对这一方面你说我就是来照顾小朋友，不想要烦恼的话，那这 Jerry 也会介绍一些好的建商给你，然后就帮你打包把这些都弄好，那你就差不多2024年底、2025年初，你可以直接住进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好 ，once again， 很好的投资，一块土地的价格差不多是在30多万底到40多万左右。那这一个来说的话，15块地 ，owning 15啊，15块地啊，这边呢大家把握机会。好，好，那非常感谢 Tuba。那各位观众如果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赶紧跟我们联系。那 Tuba，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好，那就先这样咯。好，拜拜。